你们的七楼呀，怎么出去啊？你万一有事情怎么办？那你穿好防护服，你有吗？带了吗？家里备的有没有？家里只有 N95 口罩。你看你怎么出去？你怎么保证你不吸毒走啊？我不管了，你既然是医务工作者，为了上前线你就去，好吧？然后好，你把你的相关的证件，然后拍给我。好我的。你写好承诺书也拍给我，电子档上了。你不要跟我接触。你说你出去的时候，我就把你放出去。然后到大门口，到高阳路的时候找我，好的，好的，高阳路吗？好吗？啊？高阳路啊。对的，你想，你要不现在你能出得去吗？你现在想耽误接触你吗？我现在就放你走，可要不就以。是你做完核酸再走。我觉得你应该做完核酸才能走。为什么？你要手里面要有24小时核酸报告吧？是的，是的，好的。明白吗？我现在我们真的没有人，好。罗家都是站着说话不腰疼，要上门。现在整个小区3个医生怎么上门？好的，好，我下午做好核酸出去。那你下午做好核酸，你跟我说，我直接放行李。好的，但是你要写个承诺书，拍照片给我，我承诺，好的，我只是为了工作返岗。好，好吧，你假如要需要回来洗澡，我还是允许你回来，我给你一个特别条我件。就住医院吧。你住医院，你的家里面怎么照顾？我想为什么让你返岗，就是因为我想让你出去了之后再给家里带点东西回来，不然的话都没有机会买东西。好你的，甚好至可的，以把楼里面其他的人也买的东西，是不是的？可以。那我就这样发病，因为我们的情况不一样。我跟你说，我昨天晚上13个牙，我们小区崩溃了，是不是的？你知道什么重要吗？好的，但是你还得回到岗位上去。谢就这谢，样吧，等你做好核酸去。好的，好的。好了，你不回岗位，那边更缺人。但是你要给我承诺，因为我要担责任的，好吧？嗯，那就这谢样，谢谢谢，好了，拜拜，拜拜。